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我们给大家猜一下，您看看这里的血管是在我们的一个哪个地方？当然，如果我们从侧面来看的时候，大概相对就比较容易了解，这是我们腹部的一个血管了。那你可以看得到，腹部的血管也是错综复杂，然后互相之间呢、都有很多的一个连接网路，这样的话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血液循环的做最好的一个运送。那不只是腹部，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身往下肢去以后，血管还是这么样的一个丰富啊，包括到这个红色的动脉，或者是这个到下肢去啊，然后回流的一个静脉等等啊，都是啊非常丰富的一个血液循环，而且不止啊到身上各个地方去都是有这么丰富的一个血液循环。所以这个一个发动机啊，最主要当然就是靠心脏这个地方啊来做一个这个处理啊。所以心脏它就像我们的一个帮浦，它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血流啊，它一分钟打出来的一个量啊，大家可以看得到，虽然是小小拳头大小的一个心脏，每一分钟大概打出80毫升左右。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网络的一个系统，就可以到全身各个地方去啊，来把这个全身的一个血液循环啊，来给它提供。我们是这个身上啊，大概血液占的一个体积啊，这个量是我们体重的8%左右，所以大概60公斤的话，就是差不多4.8公升的一个血液的一个量。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有这么多的一个血管，是不是所有的血管通通都是这个好像是扩张的一个状况？其实也未必啊，有些血管它在需要的时候它才会扩张，那有些血管它在面临到某些刺激的时候它才会扩张。譬如说有这样的细胞啊，巨大细胞，它释放出某些物质出来的时候，我们某些地方它血管就会扩张啊，它的这个支气管会收缩等等的状况。譬如说过敏，那这个过敏源有很多，其中譬如说花粉，它也是可能是一个过敏的一个来源呢、尤其对小朋友讲起来，所以现代人呢过敏的越来越多啊，小朋友越来越多。其实大家不要只着重在说寻找他过敏源这个，在小朋友的一个阶段，不要太过度的保护啊，要跟这个大自然界多亲近啊，光着脚去手去挖泥土，跟大地接近，跟青草能够抚摸，这个是很正常的。完了要吃饭再洗洗手就好，千万不要跟这个大自然界画一个道那么大的鸿沟啊，那就容易造成过敏等等的一个体质，将来要改变的都是非常困难。好，这是沙金画的，这个美国的一个画家沙金，他画的一个女生啊，还有这些花，这个花粉等等，很容易引起过敏。过敏的话，吸进去，它就可能支气管收缩的结果，就会有气喘那个声音啦。血管扩张的结果，如果严重的话，就可能会造成休克等等的一个状况。好，我们有兴趣的，待会再谈这个女生啊，这个到底画什么花？这个花在这里，这个地方，这是什么花？这是绣球花。绣球花，所以这个画家的琢磨点啊，他不未必是那么样的逼真写实啊，但是也把他那样的一个味道给他呈现出来啊，这种热情洋溢、色彩缤纷的感觉，跟这个年轻的小女生6岁来做一个呼应啊。这幅画事实上也不小，占的一个这个一面墙的一大半的那个状况，显然是一位有钱的一个小女生啊，所以家人啊把她那样的一个肖像请这位美国有名的画家把它捕捉下来，那跟这样的一个这种花草，那么比较昂贵、比较少见的，来衬托出她的一个身份的不同。不过这小女生啊，可以看得到这些沙金用的一个这个笔触啊，都是这样子啊，比较好像并不是很细致的那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反倒把他的一个那种眼神的透露出好像天真，或者是说有一些未来的一个思考等等的一个情形啊，用他这样的一个眼神，用他那样的一个笔触、给他呈现出来。这个小女生啊，我们比较容易了解她用这样的一个花跟她做一个相得益彰的一个感觉。这个同样是她沙金的作品，你会觉得这很奇怪，这个少女怎么弄一个镰刀在这个地方啊？其实这没有什么很奇怪，就是表示啊，这是一个农妇，那么他要负担的生计的一个状况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在台湾比较少看到，在国外这个镰刀是
收割用的这个东西啊，所以用它这样来衬托出这生活的一个辛劳，也是蛮好的这样的一个，并不是说哎他携带什么武器凶器的状况。所以这个镰刀形的这个特殊的这个形状啊，有时候在我们人体里面会出现的，这是红血球啊，但是少数会出现这种镰刀形的红血球啊，这是一种贫血。那大家觉得很奇怪，贫血血球顶多你就是里面的血红素少一点就好了，怎么连形状都要改变呢？最主要它形状改变是什么？这其实是演化上很特别的地方啊。因为在非洲这个地方啊，我们知道疟疾啊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疾病，可能会有致命的一个危机啊。所以人呢、啊，他的一个基因也有可能，他的一个红血球的一个形状也有可能改变。改变以后，那一个疟原虫啊就比较不容易入侵了、啊。那其中一个改变就是镰刀型的贫血啊，那样的红血球疟原虫没办法在里面肆虐啊，所以反倒在那个地方虽然是贫血，但是他生命可以活下来，所以好像是这个交易啊算起来还算蛮值得，虽然不能太劳累，但是生命至少可以维持存活下来，所以这个也是让人家感叹佩服啊。整个一个大自然界的运作啊，有它的一个蛛丝马迹啊，脉络可循啊。不过提到血，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做血染色的时候抹片上看到的，这是白血球，这是红血球，红血球占的比例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血红素就会让我们看到有红色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大家听到红色流血都是很恐怖的，开刀是有进步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某一些肿瘤啊，它的一个，这是在肝脏做的一个超音波啊，这个胸部底下跟腹部这个地方啊，隐约之间可以看到这里是有一点点怪怪的这样的一个影像。那在给它做电脑断层的一个检查的时候，这个是肝脏的地方，这是上面还是肺部的一部分的地方，可以看到这里不对啊，这个地方，所以并不是很明显，但隐约从这样的一个血管分布中，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血管所在，这个肿瘤所在的位置是在肝脏的中心这个地方啊，中央这个地方，肝脏中央这个位置的时候，这个临床的医师看到这个东西，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什么？第一个，这个能不能动手术把它切除掉，跟周边血管的关系是怎么样子啊？那就发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第一个你开进去的时候，它不是在表面，就告诉你说这个肿瘤在这里，肝癌在这里，那就把它做一部分的一个切除掉。那是深藏在肝脏的内部这个地方，第一个怎么去找寻它？那超音波嘛，开进去的时候手术超音波可以给它定位，找出这个位置出来，这样的一个位置出来。但是你怎么进去到这里呢？还是需要从这个地方开进去啊，然后再把它这个肿瘤给它拿掉，所以意思它经过一大段肝脏的一个区域啊，那这个当然很容易流血、啊，这个在以前是很这个开这样的一个刀，出血量是会是很大的，因为大家知道这是我们从正面看的时候，这是横膈膜，肿瘤在这个位置啊，所以你要从表面开到这里去啊，相对要经过的一些血管容易流血的一个组织啊是非常多的，所以就要准备很多的血啊。现在呢进步很多、啊，可以透过某些器械设备的一个帮忙，事实上不会流太多的血，然后准确定位的一个帮忙之下，可以把这一团有问题的一个组织啊好好把它找出来，然后给它做切除的一个动作。所以它不是一个表面的肿瘤，而是一个比较深部的肿瘤。这个当然开刀进步是很好，不过更重要的，我们还是要了解这个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60几岁，他是一个这个 B 肝的一个代言者，还好他有持续追踪啊。他追踪理由是因为他以前有口腔癌，所以在这个追踪倒不是因为 B 肝他来追踪啊。所以我们知道 B 肝代言者，或者是慢性肝炎，或者是膝肝，这个定期一定要做超音波的检查、抽血的检查，让这个病毒它所影响的一个范围啊，能够缩到最低啊。就看到那个小女生，看到那个绣球花，阳台种个绣球花吧。你们收看，再会。